丽市长啊，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哈，来欢迎他为我们自己。啊，咱今仔日大会的主席，也是咱台南区的咱的啊张主委，啊，以及咱的副主委李元瑞，也是咱协会的干事，以及啊咱陈宏才，也是咱啊嘉义区的主委，嘛是咱协会的理事，啊，以及咱台南区会啊真辛苦的咱这委员，甲咱这的召集人，以及来自咱台南24个拄着五座社的啊社长、专职社务助理，以及我上敬爱啊咱这的社员先生小姐，大家平安，大家好。好。啊，对台南吼足有感情的吼，啊上任半年来吼，来咱台南三遍吼，啊头一遍来参加咱台南区会委员会，啊第二遍。顶礼拜参加咱诸位的这个大喜的日子，哦，啊，今仔日隆重台湾咱中华民国有六个啊区会啊咧举办这个国际拄着合作社节，我特别跟咱台南，因为咱台南足有人情味的，啊，拄只咱诸位嘛，咱讲足多啦吼，啊，我暂背背要讲的，伊拄只拢哪讲去啊，我唔特别讲啥啦吼，但是伫只。一个真要紧的代志，我来大家啊，利用短短时间，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啊，我是彰化区会，阮是合兴拄着合作社。阮伫说30年前，阮的社已经宣布要解散，因为阮迄阵啊，拄啊伫天主教啊，天主教堂内底。啊，迄阵啊，咱社员做百外，连续4-5年拢百外，啊，结果无法度经营落去。迄阵啊，要解散，经过咱这个研究院，咱台中研究院一个王武昌博士，伊对这个拄着运动足深入的，伊转来，伊会喊头，讲咱地头乡呢，若无一个合作社，这辛苦的人，这委屈的人，是要去倒位借钱的？要去银行，爱担保，要去银行借35万。会去学银行的人笑，伊讲无论安怎，恁一定唔通将这个土著合作社解散，一定要勇敢行落去。这唔是为恁个人，是为咱鼻头乡全体乡民在做。啊，迄阵啊，经过阮这李干事讨论来，真正袂使解散。我怎打出社区？结果阮无钱请专职，阮的李干事为底下底。提钱出来成立，重新开始走入阮社区，请转一个转一个拜六礼拜收钱。30多年来，辛辛苦苦继续经营，打出阮鼻头社区。阮即阵啊，一个将要解散的合兴拄着合作社，阮真意外。阮的社嘛，算唔敢讲真大，地玉子袂着，地新老社袂着，但是伫咱台湾省。在要解散的当中，今仔日有这个成就，当然啦。咱拄只主席讲，52年来咧，咱台湾引进这个拄着合作运动入来咱台湾，甲韩国当时进入啦。韩国即阵啊，有650多万人的这个社员，因即阵啊，韩国总统要选举，若无去找拄着合作社，伊总统要怎么选？结果，因个政府足认定拄着合作社，便有啥活动，第一想到就是拄着合作社。反倒转来，咱看咱今日咧，咱中华民国拄着合作运动50年来，足可惜个。咱进电视定讲，咱有2300多万个即个人民，结果咱即阵啊，真正伫咱合作社即个运动内底，咱才215200多人。政府要哪把咱认同，包括即阵啊，国党要选总统，有咧想着咱拄着合作社无？啥物啊？做合作社，因拢唔知。所以今仔日呢，我直接要来咱大家拜托，咱合作社爱壮大，无壮大，政府看咱无，总统候选人看咱无，县长看咱无，乡镇长看咱无。
所以从今仔开始，我毋盲讲，咱打打来，今仔日有来遮，咱转去最起码，咱的心中爱有一个理想，爱有一个毋盲，爱有一个期望。咱今年都转去，咱一个人莫做，就三个人就好。我唔信讲恁身边无三个男朋友啦，唔是男女朋友，无三个朋友一定有嘛。哦，所以咱打打来，莫做一个转去，甲过年咱今年都一个招三个入来。咱明年都唔是伫遮咧举办国际拄着活动，是安尼啦。到时坐袂落啦，所以唔盲讲，咱的理想爱退出，为着咱的运动爱退出，为着要让政府看咱有，为着要让总统候选人看咱有。咱一定要将这个土著运动继续行落去，50万人、100万人，莫讲2000多万人拢来参加，咱若有伫咧像韩国500万人，我想咱这个运动要惊死人。真正政府，包括今仔日所有的政治人物，拢会来坐咧头前，甲咱鼓励，甲咱参加，这是我的愿望。啊，而且我希望讲，我的期望。我愿望，卖予我失望，阿妈，予咱家己有一个鼓励，咱家己一个拜托招三个吼。啊，咱拄只主有人讲个，咱今年度就是讲，咱协会20岁到50岁，咱有补助一个人200块，予补助各社吼。啊，希望咱咱个理事也好，咱个干事也好，咱爱提出咱做干部的这个愿望来经营这个拄只合作社。我嘛希望咱各位社员合作社是咱的，银行是咱的，农会是咱的，邮局是咱的，欠钱咱来合作社借，使用钱来合作社借，咱自咱合作社经营大概，这是咱大家银行，咱大家农会，希望咱大家将咱的银行经营好，将咱的农会经营好，互大概，啊，这就要靠大家转去尽量借。最后，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咱今仔日大会当真成功，感谢各位，谢谢，多谢，努力。